早上有食物，在拔毛。这羽毛太白了。哇，藏起来！而且这食物太多了，把它藏起来。你可以回家了，因为他已经都吃饱了。嘉伦要等太久了，嘉伦要等太久了。不要说这边还有。无缝接轨，正式，好，漂亮。开始录像。来了，
公鸟，那母鸟右边有人在拍，好母，这是比较偏向公的啊，那母的怎么会在那？确认一下，对，这只是母的。这只是公的，幼鸟在这里。